墨西行动就这么公开了？是啊，我现在到了最后阶段，让大伙儿都参与进来，庄云清的死是个不错的机会。那接下来我干嘛？我还没想好。你有什么想法吗？你让我干嘛呗？我去墓地里去吗？哎呀，那种地方我就不去了吧。啊，行，这个事儿干完了以后，回家好好休息休息。没事了，今天。 让他进来吧。我啊，你对墨西行动有一些了解了，我想听听你的看法。我觉得很不错，周密、精确。我希望你帮着我盯得紧一点，看看还有什么漏洞没有。我会的。哦，对了，大普刚才跟我说，现在需要马上拿到庄云清的密码和印件，这一点是你提醒他的吧？是的。 行，这件事你去办吧。我会的。怎么，你还有事儿吗，局长？ 辞职？为什么呢？啊，我也不问你为什么了。事情到了这一步，你一定有你充足的理由，而你真正的理由，不见得是愿意直说的。我也不想逼着你跟我做一些口是心非的解释。这样吧，你让我考虑考虑，静下心来，我们再谈。好。 在你做决定之前，我是不是先把手头的工作先放一放？也好，今天帮我把庄云清那边的事情办好，然后就休息几天。那我先过去了。 还有一辆卡车。
你怎么来了？来凑个热闹。金杰，你这招想的可够绝的，就是缺点人性。我有党性。好，跟你学习学习。打开。你真要看啊？不看怎么向你学习？好好。再看看，看多了折寿，太没人性了。你看看坑吧，来。按照您的命令跟着这辆卡车，帮他摆脱了系绳，他把我们也甩掉了。之后呢？我知道车子会在这一带藏着，就在这条路上等。过了一会儿车子出来开走了，我就让一组兄弟跟着保护，我怕记者再追上来，就在这条路上等着。没想到突然又一辆车出来了。第二辆车是个什么车？和第一辆车一模一样，也是厢式货车，涂着红十字，连车牌号都一模一样，根本分不出来哪辆车是从九曲桥来的。中间间隔多久啊？大概十几分钟吧。之后呢？之后我就向你报告。会不会是同一辆车转了一圈又回来了？不可能的，第一辆车已经有消息了。第一组的兄弟报告说车子一切正常，开出市区就进了墓地。看来真有两辆车。那第二辆呢？第二辆没走远，一直在这附近兜圈子，后来还找了个地方停了下来。在什么位置呢？离这不远，上车带路。好。要不把车转走？去吧。大家看里边什么都没有吧？好了，回来回来回来，下了下了下了。地区很敏感，一定要提醒大家守规矩。是。处长，您看这个。这是庄一新喝过的。看来是这样，他是前天夜里发病被送走的，看这茶的成色应该就正是那时候喝的。嗯，不是，他发病到现在这个屋子里就没人收拾过规矩。楼下的工人说这是庄云清定的规矩，这屋子不许随便进来，打扫的话也得他本人在场，所以自从他被送进医院，这里确实没人来过，一切还都保持原状。OK， 这个拿回去化验。是，找到发报机、硬件和密码。是是。局长，关于庄云清的死，这几家报纸都发了号外。我问过了，葬礼正在筹备当中。这种人的身份太敏感了，咱们没法直接去调查。去不去他葬礼已经无所谓了，我让李波涵
正在搜查他的凯瑞斯俱乐部。上峰对这个人口风很紧啊，您是怎么办到的呀？我动用了警察署的关系，安排了一次抢劫案，才特批进去的。而且限时是一天，如果他死的真是蹊跷的话，有一天时间足够了。您真是太高明了。您为什么对他的死因那么感兴趣啊？你为什么要这么问？你要得到的无非是他的船队，拿到他的发波银剑不就得了吗？人都有好奇心的吧。要说他的死啊，我认为无外乎两种，自然死亡或者是谋杀。要是自然死亡就没得说了，如果是谋杀，凶手一定是共产党，庄云清找咱们自首，共产党现在是钱货两空，这就是杀人动机啊。是我，我现在正在他的书房里。发现什么了吗？我发现了发报机，还有他指挥船队的硬件和密码。现在你可以正式接管他的船队了。把门关上。有急事，让你马上到刘处长家，他们在那儿等着你呢。你能不能坐沙发上？我闭嘴。把我靠这一下午了，什么话都没说。你给我闭嘴！站起来！站起来！进去！怎么回事啊？啊！多大的事拿枪啊！我查出了，9月16号凌晨。千余打给98266那个电话，最终是转接到这儿，就打的那个电话机。你说打在这个电话上？你确认？100%确认。你不是说线索彻底断了，你没法查了？这里边有个技术性的问题，我先给你解释一下。之前我是顺着往下找，98266那个电话。来自一条非法线路，而且它是个中转站，它把一切来电转接到一台自动交换机，再从那儿转接到真正的目的地。哎，不是，你前日子跟我说，那个自动交换机被人破坏了，你找不到那个最后接电话的人。对，之前你不是让我查马路人的电话吗？你给我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，顺着走不通，我可以逆着来。比如说，我查马路人家的电话，我可以查出9月16号凌晨。他是不是接到过电话？如果有，从哪儿来的？马伟然家从9月15号晚上到9月16号早晨，根本就没有接到过任何来电。那个泄密电话最终是打到这儿来。大婆，这可是一件人命关天的大事。行，我一定得问清楚。你告诉我，你怎么一查就查到新杰生电话？我也不是一查就查到他，实际上是
李伯涵提醒我。李伯涵提醒你？对。他提醒你什么？他跟我聊起马蔚然，我说马蔚然虽然有问题，但是他没有接到过这个电话。他说既然可以逆查，为什么不用排除法？我就把咱们几个都翻了一遍。咱们几个？李伯涵、区长、刘新杰还有你，最后发现刘新杰。别动别动，把枪掏出来，快点，把手铐捡起来。把你们俩铐一块儿，快点。新杰，你看你，局长，永正裁缝店打来电话，怎么说？说您太太订的面料到了，问什么时候去量尺寸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新杰，你能不能先把枪放下？谁跟大婆之间有什么误会？你们俩好好解释。就是啊，没。孙大婆，你拿枪对着我一下午了，给我讲讲，因为什么呀？我逆向查了你的电话。9月16号凌晨2:10，有一个身份不明的来电。就打到你这儿，时间正好。我们家夜里来个电话，怎么了？那个电话来自一个非法线路，就是那台已经消失的交换机。9月10日，确定吗？能确定。那你怎么能确定那个电话就是我接的呢？这打到你家不是你接的，是谁接的吗？9月15号的晚上。马蔚然到我家来喝酒，一直喝到9月16号早晨上班。新杰，我前段时间调查马蔚然，你怎么没跟我说这情况？我怎么知道他在我们家接一个电话？他在你们家接电话，你怎么能不知道？在我家喝过酒没有？喝过。喝过几回啊？喝过几回啊？问你呢。我记不住了。哪次喝酒我12点钟之前没喝醉过？哪次不是你们自己把门锁了走的？差十分2点钟我刘新杰要没喝醉我还叫刘新杰吗？新杰，我已经查出马蔚然有问题了，你为什么还隐瞒这个情况？什么时候查出来的？好几天了呀。你什么时候公布的？今天上午。我什么时候知道马蔚然在我们家接了一个电话？刚刚。那操他妈！我现在告诉你们爸妈。这样跟我见面是很危险的。我知道。你有什么紧急情况要汇报吗？两个情况，第一，周汉廷是新军师；第二，水手今晚可能要露面。先说第一，你为什么说周汉廷是新的军师？是他告诉我的，他吸收我做他的下线，给我讲解了组织的运作方式，和您之前推测的完全一样。他说的这些能证实吗？他已经开始活动了，他给了我新的身份还有任务，我现在负责一个交通站，帮他处理汇报安置情况的电报，可见他在管理整个组织，
他应该就是军师。哦，亲我手的电文我都偷偷留下了，在这儿。水手露面是怎么回事？会有危险？应该不会，一切都已经安排好了。你一定要亲自去。对。其实我一个人去就行。不，我必须去。我在的话，他会安心一些。不管怎么说，我是他最信任的人。而且他为整个计划已经冒了那么大的风险。我明白。几点出发？八点。那如果你这个理由成立，那个一直没有找到的枪伤就在马伟然身上了。马伟然身上没枪伤，我送他去医院的时候已经检查过了。枪伤在我身上。新军，接电话。你们得到电话找你的。接电话。跟大普都在这儿跟新杰聊天呢。叫新杰。找你。喂，是我。新杰啊，我告诉你一个地址，马上过来，不要告诉他俩。你说吧。永正裁缝店，定安路174号。马上过来，不要走漏风声。我马上到。他们俩怎么办？让他俩回局里待命，一会儿我要用他俩。采用的了。老谭让你们一会儿回局里待命。你一会儿把我屋子收拾好。好。在这儿还能待多久？还有的是时间。周汉廷现在在酒吧，是他一天最忙的时候，他应该不会找我。一会儿我让你见一个人，他马上就到。谁要来？我的一个助手，周汉廷的前任就是他抓的，没有他你也不会这么顺利的打进去。大婆，查这个电话的时候，是不是有哪个环节出错了？
绝对没有错。我跟你说，我也希望结果是错的，所以我核对了机器的记录，我审讯了值班员，我确认了无数遍，根本就没有错嘛。找什么呢？想办法先把手铐打开。哦，对，钥匙呢？钥匙在哪儿呢？钥匙，这他妈就是我的手铐。局座，迅捷啊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啊，这是我的秘密武器，我亲手调教的。他在周汉庭身边做卧底，跟周汉庭一起生活了将近20天。你就是那个女大学生是吧？你好，我叫何秀宁。你现在还在周汉庭身边吗？他吸收我做他的下线，我是他的交通员。坐吧。迅捷啊，周汉庭是卞日南的接班人，是新的军师。通过他，何秀宁掌握了一批水手成员的情况。那现在我们要不要把周汉庭端掉？不着急，还有新的线索，接着说。周汉庭最近在找船，我想今天晚上他可能要送一个人出海。送什么人出海？我认为这个人是水手。你怎么能肯定是水手？现在整个组织都在潜伏阶段，据我所知，没有被派出的人员，就算是有人要出差，也会有专人负责路线，周汉庭不会亲自过问的。啊，你的意思是周汉庭是大人物，所以他送的人也是大人物。对。这件事情怎么看呢？我觉得太武断了吧。啊，就算判断的准确，离半夜还有4-5个小时。如果真的是大人物出海的话，咱们至少得知道他从哪个码头走吧。你不要在这待了，你马上回去吧。说不定周汉庭会跟你联系，还会发现新的线索。我不想回去了。谭局长，我真不想回去了，我有点害怕。不行。局长的意思是，如果现在周汉庭发现你从他身边跑掉的话，周汉庭就会改变他的行动计划，
你在他身边待这么久，就全白费了。可我不已经告诉你们了吗？今天晚上就是水手要离开上海，他坐今天晚上的船走。你们多派几个人到码头不就行了吗？再说我都出来这么久了，说不定已经暴露了。局长，您就别让我回去了，我真是害怕了。你刚才怎么跟我说的？你说周汉廷不会发现你出来的，你是在骗我对不对？你是想拖的时间久一点，我不会让你回去对不对？好了孩子，今天晚上的任务完成了，你就撤吧啊！但是这个时候需要你稳住。放心吧，我会派人保护你的。胆都被吓破了，这恐怕是卧底常见的一种心理吧。什么心理？一旦遇见变故，就想一走了之。恐惧心理应该是卧底常有的心态。你恐怕有这方面的感受吧？不，最初潜入的时候，没有什么恐惧感，有的只是兴奋、刺激，还有欺骗对手的那种自豪感。哎，我说的对吧？对，非常对。哦，一旦有了行动，就开始害怕，开始幻想。幻想什么？危险。有道理。你更有感受吧？哎呀，其实不管怎么想，危险是不变的。我说的对吧？对，怕不解决问题。现在怎么办？我要不要去跟着他？不用了。你去周汉廷的酒吧，记住了，安德森路92号。好，我去做什么？先观察他，过后我会告诉你。明白。哎，欣姐，你对今天这个事情怎么看？我觉得这个周汉廷是个大人物，让这么一个女孩在身边停这么久，正常吗？是不正常。一方面呢，是我们的运气好。另一方面是形势紧迫，他犯了错。明白了，我去了。哎哎，你别说啊，今天这件事办的跟你的形象一样，挺漂亮。什么事？卡车。啊，你要不说我都忘了。我都忘了什么脑子？耳朵不好，脑子也不好使啊。两辆卡车，真是个滑头，把我都给蒙住。撒由那拉，好了。段海平家的电话已无人接听，刘新杰最后的一线希望破灭了。这证实了谭忠树的推断，水手真的卷入了今晚的事件。谭忠树的计划很完美，不能侥幸希望他出纰漏。幸亏自己是那计划中间的一环，或许还可以一搏。着急了点啊，还有7个多月呢，必须早做准备。
到时候要忙的事可多了。嗯，等他再长大一点，我们再给他做一张小床，就放在那边，好不好？没问题。九，每次你出门的时候，我都是一个人在窗口等你的。现在好了，我有伴了。喂，是我。什么事？我需要个帮手。现在吗？对，可能挺严重的，不在这儿说了。那我现在就出去，你到你楼下路口的电话厅等我，五分钟以后我打给你。好。你要出去啊？嗯，我出去一会儿。我不让你走。老刘找我有事谈。是不是他要把我送走的事儿？不是，放心吧啊。那你自己小心点。我一会儿就回来啊。去您了，坐坐。这不算委屈。我的葬礼安排在哪天？